不言，我好想你。那有没有人说过你生得很好看？这个我看不到我自己。父亲说我的眼睛未来某一天会治好，但好像只有在月光下才看得见。真的？当然了，等我能看见了，我一定要看看你是不是骗我。叶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，我可以在晚上看到这个世界。我会一直寻找你，陪伴你，等着我。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个特别的人。公子，当你人生中那个特别的人出现在你面前时，你的大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不是，贺兰先生，贺兰先生，那你是狐狸。哎，这位女士，因为你会发现那个瞬间里你开心了。这是我们族人的传统，戴上面珠之后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干什么呀？如果我说他原本就属于你，你相信吗？你在我心里真的很大，我比你大很多。大多少？900多岁吧。哎，这什么呀？我不会伤害你。听到几下？3下。从来不会给任何人中箱，除非是他自己的女人。为了他，我不惜付出任何代价，甚至是只是在那一瞬间来临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。你是我的女人，你在我心里是最美的。所以为了你的安全，我还是希望你把它带上。没有特殊情况，我一定不会撒谎。而且我相信你。其实这所有的一切。就已经